午安，我是慧秋，欢迎大家今天来这里参加我们的音乐响宴。那么，首先今天呢，我们总共有五个团要来一起在这里演出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后台有多么挤。你们坐在前面真是凉快舒服，我还看到有空位，可是后面真的是挤得不得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？大家是不是都有拿节目单？有哈，那大家都有拿节目单。我们首先呢，要来欢迎台南市医师公会合唱团为我们带来表演，来掌声鼓励。台南市医师公会会为我们带来四首曲子，一首是《故乡》。那么这首曲子呢，是一首日本的曲子，到现在仍然都在被流唱着。那么电影《弯身回家》就是用这首曲子来表现，回日本的弯身内心的感慨以及思念。那么第二首曲子是《四季红》，《四季红》大家心里都很熟悉，应该是不会也有不会唱的人哦。然后这首曲子呢，是由李林秋老师作词，邓雨贤老师谱曲，林福玉老师谱曲。那么第三首曲目是《大江东去》，也是一首我们比较早的艺术歌曲。那么第四首呢，是比较跳动的，就是《Sanctus》。那《Sanctus》是我们在作名下的经文歌曲里面其中的一段。它其实比较完整的是有五小段，从 Gloria 开始，那么桑普是其中的一段，是比较有强力性的。好，那么呢，我现在要来邀请，因为今天理事长没有到，所以呢，我邀请台南合唱团团长陈俊宏先生为我们讲几句话，来，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直接讲。主办高雄市王理事长，还有高雄县卢理事长，还有屏东县郑理事长，我们王理事长不能来，我代他讲几句话。啊，各位来宾，各位医师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好。我们这一次医师公会合唱团联谊会已经轮回一次。那今天就是第一次，也就是全部的第五次。那我们还是感谢六年前林正泰医师主办这个联谊会。那我们每年都很高兴，就准备年底要来这边唱歌欢乐，还是谢谢他。最近美国有公布这个36项长寿健康，我简单念几项。每周跑步，每天散步，戒烟，多运动。这三十项当中，第一项就是唱歌。所以我们大家有唱歌的人都会长寿。那为什么说唱歌是最有用的长寿的方法呢？我们唱歌的时候一定要用胸部、用腹部，全身的力量都要唱，等于就是在运动一样。那我们王老师告诉我们，吸气的时候把那个气还是隐藏在旁边，那就是我们练气功的时候所谓的鱼式呼吸。所以我们在唱歌就整一段练气功，全身力量都要用，还有眼睛看，然后经过大脑用嘴唱出来，还是头脑并用。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唱歌的话，一定都会唱歌。好，最后就是。我们今天唱四首歌，最后两首就是我们第二次得到健士杯冠军的招牌歌。去年我们也是冠军，今年一样是冠军。那去年那两首招牌歌大家听过了，那今年的还没有听过，那请大家拭目以待。谢谢各位。谢谢团长，谢谢团长。那么呢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指挥王雅丽老师、钢琴王佳敏老师以及台南市
医师公会合唱团为我们带来演唱这首曲子，谢谢，请掌声鼓励。